天堂与地狱，正宗沙爹真霸占。搞不好你们会加旁边的那个地沟油啊？外面有饮料的，我可以去帮你买饮料。可以啊，这边是一个 freestyle 公开的平台，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好，那直接收吧。好的，生活挑战赛，沙爹串制作挑战，烤沙爹挑战赛，你是第三棒，你真的是从零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六点再开始烤。为什么里面没有木炭？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单位准备？有是。少爷要洗澡，太贵了。这边会说太好了，太好了，可以。台风来，需要有人帮你挡住。哎，我看你这个样子，我都想帮你了啦。对啊，我都想下手。啊，你有切过洋葱吗？没有。啊，没关系，你的人生初体验。然后我要怎么切？我不知道，那边有刀子，我不知道。然后也没有砧板啊。十秒钟之内切洋葱。你当我小当家。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哒哒。这是什么？你家刚刚那个酱不是吧？都结块了，我不想沾了。现在小白陷入了焦灼的状态。Win哥，哎，Win哥，我们今天特调的特好吃的酱。瘦，看起来我怎么？我天哪，不如这样好了，草莓酱。我觉得草莓酱比较好。啊？豆浆啊，感觉可以把它变成豆花那种感觉，是蛮像的。重点是这里面平常大家会吃到的烤肉里面的所有的酱料都没有在里面，绝对不要抽到我。我不留情的蘸酱，我不留情面的。小白准备好了吗？十秒钟，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真的有一公分啊！这什么东西？三，哎，为什么你可以用双刀？双刀。一，时间到。好，一公分以内，一公分以内，一公分。威廉，换你切了，威廉。十秒钟，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哒啦。不完 OK 吧？都是算是合理范围内。对啊。调酱。小白跟威廉。我跟你讲，全世界都你们。好吃吗？重点好吃吗？我觉得可以再煮厚一点。待会儿，小白，我刚刚没有什么味道哦。太多了。我觉得还好，因为它那个水有点多。加了啦，可以再煮一点。煮一碗啊！我跟你讲，我就把待会儿它全部都弄死。加一点点辣，然后在我这里，在沙爹要有这种颜色才是沙爹酱啊！而且叫它甜辣酱，看起来很好笑啊。差不多之后呢，进入我们的节目的下半场。